其实我应该送你回家的，让你送我好不好？每次都是你送我，这次让我送你吧。刚才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现在心情好多了，真的。是吗？但是我觉得男人还是应该送你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一个人回去不是很安全。大白天的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哎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，我都觉得不太好。啊，哎，前面差不多就到我住的地方了。你就住在这儿？对，我一来这儿的时候呢，就在这儿租的房子，价钱便宜。啊，这里条件怎么样？条件我觉得挺好的。那个。你要进去坐坐吗？好啊。那进去坐坐吧。啊，这四周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有时间的话一定会去医院看奶奶。好啊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先告诉我一声，让我陪你一起去看奶奶，她这样会更开心一点。好，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。好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没关系的，我陪你走。秋妍，把我放在街口，我自己打车就行了。都已经这么晚了，我怎么可以让你一个女人自己打车回家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照顾人了？你的变化很大吗？是吗？怎么最近每个人都这么说？我倒不觉得自己跟以前有什么分别。你以前根本不会照顾我的，最近的一次是我们在机场，我被人绊倒，你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自己走掉了。有这种事情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真没有想到，在秀妍家门口碰到你。我也很意外啊。你怎么会和江浩然走在一起？哦，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哇，你这位老板还真是不错啊，亲自送自己的员工回家呀。那你这么晚了去秀妍家做什么？我不是去找他，我只是去兜风。兜着兜着就走到他们家门口了。兜风啊，兜这么远啊，看来你最近的日子过得很清闲啊。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，很喜欢晚上有空的时候自己出来散散步啊，或者兜兜风。我看你也很开心啊，最近心情很好吧？是啊，最近我学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放下。领悟了一个道理，就是顺其自然。从小到大，我受的教育压得我很累。现在我学会了放下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是他教你的？
宋平，我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真的太压抑，太理智。怎么说呢？可能我们两个人计较的东西太多了，好像有时候会透不过气来。是啊，我们离婚以后，我整个人都轻松了，不用再背着骂名做事。慧芝，其实呢，这个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，是我一直放不下你和齐兵的事。宋平，我跟齐兵其实是……不好意思啊。喂。哦，子怡啊。我现在没有时间，要不我待会儿打给你吧。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没说什么。不去啊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是不会去的。秀莲，你就是这样，你太任性了。哎，我在跟你谈什么？我在跟你谈工作吗？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在怎么想。像你这么一个新人气歌手，啊，你图的是什么？一点名气没有。你知道《冷暖人间》这个栏目的收视率有多高吗？啊，你知道让广大老百姓看到一个平民歌手的生活，在宣传的时候能拉到多少同情票吗？还有，我们现在有部电视剧，如果把这些宣传联合起来炒作，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把豆豆的事情告诉李美芝啊？哎，这，他本来就知道嘛。他知道是一回事，但是要拿豆豆的事情来炒作的话，我就不同意。不应该这么做。这哪是炒作啊，这绝对是要观众更多的喜爱你和关注你，对不对？观众都是有爱心的，知道你在这么一个逆境当中啊还能奋斗坚持，那你的人气就上去了。反正我是觉得不可以拿自己的家庭私事来作秀，让自己走红不好。安秀妍同志，你面对现实行吗？什么叫拿隐私过来作秀呢？啊，我们在湖边吗？这都是事实啊。你当歌手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赚钱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给豆豆治病？是不是给安然上学？哦对了，这事还不能提安然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秀妍，你想过没有，你现在是一个娱乐圈里，你已经有了一个孩子，那没办法。我们把豆豆搬出来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博得同情。你再拖着一个十几岁大的女儿，偶像派、实力派都跟你没关系了，你就彻底没戏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功利了？还说不是作秀，那是什么？我随便你怎么说我，啊，我现在是要提醒你，躺在医院里的是一个可怜的孩子，等着他母亲赚钱给他治病。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救这个孩子，你需要放弃这个机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怕作秀。秀妍，你为了豆豆，你这点牺牲都不愿意吗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不想伤安然和豆豆的心。我也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别人知道豆豆是没有爸爸的孩子，安然是丈夫的私生女，那有什么办法啊？放在面前的问题，豆豆没有钱治病，他就有可能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干爹呢？
把我送到门口就走了。哦，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？明天不上学了吗？明天学校郊游，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报名要交50块，我想还是省下来给豆豆治病吧，反正我也不想参加。松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用客气。您还一个人住吗？是。不过有的时候周静会过来住。那就好，不会寂寞。美芝，你刚才提到了骑兵是吧？二位，哎，谢长。没吃过才要吃嘛，总有诋毁对不对？你像你原先没对他还好，你怎么知道喊完了之后心情会很舒畅呢？是不是？吃吧。哎，不要，我们快快点啊！嗯，你说这些都是动物内脏啊？是。动物内脏怎么了？动物的肉能吃，内脏当然也能吃了。啊，而且很好吃的，一个道理，吃吧，特别好吃。Thank you.
是什么？肠子。你尝尝，味道挺好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羊杂汤你一定要趁热喝，这样你先喝一口尝一尝啊，我保证你行。来来来，来尝尝。味道还不错，再喝一口。哎，来尝这个。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还行。我就说好吃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天天吃鱼翅鲍鱼我受不了，但是没几天我不吃这个，我馋得慌。哎。哎哎，你们回来了？回来了，豆豆睡了吗？睡了睡了睡了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我哄他睡的，豆豆那么乖啊！哎，走走走，走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听说前两天你们学校组织活动，你没去啊？真多嘴！不是，这就不对了吧？你就应该啊，经常的参加集体活动，还有，去郊外呼吸新鲜空气，对你身体有好处啊。反正也没去成，现在说有什么用、啊？怎么用啊？啊！过两天包叔叔带你去公园。哎，你上次说带我去游乐园还没去成呢，现在还许什么愿望？嘿，你这孩子怎么不信我呀？啊，这一次我一定带你去，啊，绝不食言。你为什么要带我去公园玩？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呀？呼吸新鲜空气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你现在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我，哎呀，你别提了，包叔叔啊，最近身体情况不太好，医生啊建议我多出去活动活动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你看，你妈妈跟浩然叔叔每天忙的这挣钱，也不知道陪我。你没事你就都陪着我吧，啊？你一个人去不行啊，还怕丢了？哎呀，安然，包叔叔是一片好意，你不要这样跟他说话嘛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安然，你还真说对了，叔叔这个人啊。就是没有方向感，一到了郊外就犯迷糊。你要让我一个人出去，我弄不好还真把自己弄丢了。我丢了不要紧，可谁还你妈妈钱呢？好吧，你说什么时候？就这两天吧。好吧，那个你先回去睡觉去啊。等我通知。哎，还钱了没有？还钱了，还钱了，还完钱了，赶紧睡觉去啊！走走走走，啊，还钱了，赶紧走。怎么了？你让我坐会儿。走走走。这干什么啊？你回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赶快还钱了啊！秀妍，这两天我太累了，白头发都出来了。累啊？嗯。当然了，忙的整天喂人家吃东西，喂李美芝吃东西，劳动过度了，我都替你累得慌。别胡说八道，哪跟哪？哎，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吗？那心虚了是不是？你跟李美芝在大排档吃东西，人家李美芝的身份还愿意跟你去大排档，还愿意让你喂啊？对啊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可可不厉害。你是不是又在做梦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又想不工作了？以后游手好闲的过下半辈子是吗？雪妍，你就这么想我的是吗？不是我这样想你，以前你跟方子怡的时候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方子怡跟美芝是一路人吗？能相提并论吗？呦呦呦，叫人美芝美芝的叫得多甜蜜啊。雪妍，你能不能不管那么多事儿？你又不是我老婆，再说了，我的私事你管那么多有必要吗？江浩然同志，我真的很想跟你认真的说这个话题啊，你不要对人家李美芝有非分之想啊。不是，什么叫我有非分之想啊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李美芝不可能喜欢我了啊？我也不能追求李美芝是吧？你要知道，今天你喜欢去大排档，他陪你去，万一他想吃鱼翅，你可以请得起吗？不
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就是我江浩然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啊？我不可能去追求比我出色的女人了，是吧？雪原，你知道你说这样的话我会很伤心的。我是希望你可以现实一点，忠言逆耳。你不是也看到了我之前的教训吗？有前车之鉴，你要好好想想啊。你跟李美芝是不合适的，我怕以后受伤的会是你呀。哎，我今天说的太多了，不说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叶总监，其实这些天我老是仰望星空，在沉思一个问题。你说你我美芝秦松平这四个人，我们好像被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牵扯到一块儿，但是我又说不上来，我不知道那种东西叫什么，是不是人们常说的缘分？人家说谈恋爱的人特别的文艺，你看你现在说话文绉绉的。不，这是两码事，真的。我觉得秦松平跟李美芝是这个层面的，我跟你是这个层面的，为什么我们四个人总是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又扯不断的关系呢？我从秦松平眼睛里边，我完全可以看出这个男人真的已经喜欢上你了，真的。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包大同告诉我，他专门去夜总会找你。哦，那天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出丑了，你知道他在台下有多紧张吗？啊，感觉像他居然一个劲儿的给你鼓劲儿，给你加油。他的眼神里面，他比任何人都紧张，看着感觉你我。别说我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睡觉去。别，怎么了？你这样是逃避问题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其实我从你的眼睛里边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，你喜欢上秦松平了，是不是？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了呢？不想跟你说了，我去睡觉了。哎，不，雪原。我觉得你有必要今天你仰望一下天空，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真的，想一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脑子不太好，你想一想。哦，小心扭到脖子。停，秀妍，我们要最真实的你，你平时是怎么唱的，咱们就怎么拍，啊？我不够真实吗？哎，我们平时唱歌就是这样的。我听说你经常大发雷霆，经常训人的。这唱的不好，肯定要骂人了。这唱的好，我为什么要骂他？哎，这就对了，咱们要过程，这个过程很重要的，我们就是要这个过程。较真是吧？这不是作秀吗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这节目有人看吗？我知道。导演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知道你要的。刘老师，别生气啊。我知道导演要的是什么，他是要拍摄过程中的一个层次啊，一个节奏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过程。那这样，导演，再来一次啊！我给你要的这个过程，我懂。啊，真实的过程，再来一次啊！好，我来，预备，来，开始。我来，我来。我唱，你来发火。好，可以。来，预备，刘老师，发吧，啊，开始。停。秀妍，我是你经纪人，我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你声音怎么这么干巴巴的啊？你要用心，音乐是有灵魂的啊！你要打动观众，你要用最真的声音啊！你用心去体会灵魂，你懂吗？啊！找到我的灵魂了。对，就这意思。来，刘老师，再来一次。不好意思啊。他们都在干什么？他们要拍一个你跟你妈妈的生活，还有好人叔叔。嗯，好。李总，这孩子病得挺严重的，每天吃特别贵的药。今天因为拍戏，特意把他从医院接出来半天。我知道了。导演，因为这个情况，我们要抓紧时间拍，行，好不好？咱们就开始吧。科普们准备啊。来吧。那我站那儿啊，站这儿。你们站这儿啊。我也站这儿啊！哎，都站这儿，我切菜，我切一锅大白菜。好，哎，道具拿菜来。哎，新鲜的大白菜啊！谢谢。我也站这儿是吧？你也站这儿吧。准备，开始。浩然，哎，我们。
未来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啊，工作会有的。停停停停停停！哎，你们是在做戏还是在说话呀？你们要自然一点。我和秀妍就是在说话呀。要自然一点，知道吗？放松一点，自然一点。导演啊，我们平常聊天不聊未来的，我们平常上班已经很赶很赶了，然后又要去医院看豆豆，下班又赶着回来做饭做其他的，已经累得要死了。你说能有时间有心情谈到未来吗？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？导演，他不是这意思，对吧？你不是说要把我们真实的一面反映出来吗？如果就照剧本这样演的话，我觉得不像是我们呢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嗯，就把我们真实的一面拍出来吧。如果观众接受的话，那就是认可我们；如果他们不接受，就当我们是骗子了。秀妍，我同意。导演，啊，说，就按刚才秀妍说的拍吧。好吧。以前拍片子的时候啊，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生活，竟拍一些做出来的东西。没想到安小姐，你能把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，我很佩服你啊。好了，导演，我们抓紧时间好吗？好吧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哎，导演，这回是要放松，真实。对对对，真实啊，放松。好，好，真实，真实。如果太辛苦的话，一定要告诉妈妈，不要硬撑着，知道吗？好。好，来了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浩然，那些钱呢？秀妍，我钱又被偷了，豆豆医药费我又弄丢了。你又乱相信人，这是给豆豆的医药费，你怎么可以弄丢呢？是我不好，我早晨上班的时候一着急，把钱给弄丢了。我这个人真是混蛋。你明天啊要找工作了。对不起，秀妍，今天我一定好好工作，不管再苦再累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赚钱给豆豆治病。开始了，啊，哦，没有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是你要我出来陪你呼吸新鲜空气的，结果呢，一个劲儿的看表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这不是在呼吸新鲜空气吗？啊，老包，别没大没小的，叫包叔叔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？嘿嘿，你别老瞎想啊！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吃冰激凌吗？包叔叔啊，现在就给你买去，站着别动啊，我去给你买冰激凌去。嘿嘿嘿。现在我们拍给豆豆打针啊，你们要注意啊，就是我叫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再下手。哦，对啊，啊，对对对对，照平时那样打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就是在这儿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就在这儿啊啊，就是放松放松放松。哎，别看镜头，别看镜头。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别紧张啊啊，别紧张，平时怎么打，现在就怎么打啊。好，真的要打呀？他平常已经真打了。这假打吧？对呀。啊，行，假打吧。对对，假装打就可以了。好，导演开始吧。啊，好，开始吧。好，哎，等一会儿。好，哎，咱们正式来了啊。好，开机。哎，稍等。啊，停停停，擦擦汗，擦擦汗。好，别紧张啊，别紧张，秀妍。好，来啊，咱们开始了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可以了。来啊，豆豆，乖啊。好，一点也不疼啊，乖。就喊什么栏目啊？
据说是录什么《冷暖人间》呢。他医生还是拍病人啊？哎，宋平来了。那边那么多人在干嘛？拍节目呢。啊，宋平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哎，秀爷，原来是这么拍的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会是里面的女主角吧？我怎么会是女主角啊？哎，雪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既然你来了，就陪我去看看奶奶吧。你看快点。啊。奶奶，二丫头，二丫头，你终于来看奶奶了。二丫头，你不要奶奶了？啊，是。我却说你跟一个骗子跑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奶奶了？你说的。我那天很生气嘛，就随便说的。随便说的。安丫头，快来，来！哎呀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又不来看奶奶？奶奶说你不要我孙子啦？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来看奶奶呢？还是这儿有人欺负您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要有人欺负你就告诉我，是苏明欺负你吗？如果是他的话，我将来一毛钱都不给他，我看他敢不敢欺负你。嗯，不是，我找到一份工作，特别忙。工作？嗯。哎呀，你是秦家的孙媳妇，你还要什么工作啊？哎，你，哎呀，如果你还需要钱，奶奶每天给你100块，啊不，嗯，一万块。奶奶，你这样给我会破产的。破产？就算破产，我也要安丫头。我只想安丫头陪着我。安丫头，嗯，奶奶给你打个小报告。这段时间你没来看奶奶，你不在的时候，这个混小子那天带来了一只狐狸精回来看我。那只狐狸精啊，还虚情假意的，他还给我……怎么啦？你嗓子怎么啦？那只狐狸精，我一看他就是虚情假意，根本不像你，还说唱歌给我听。奶奶，他唱歌的时候，奶奶，闭嘴！我说的都是假的吗？臭小子！哎，他还说，他如果唱歌给我听呢，也学你，跟我要100块钱。结果他连唱都没唱，就跟我要100块钱，真不要脸！而且我都不晓得他到底是跑来干什么的。那个女人呐，就是狐狸精。我看他就是来敷衍我的，他就是一只狐狸精，狐狸精！停，好，这个镜头完了啊，这个镜头 OK 了啊 ，OK 了，没事了。现在到拍下一个镜头，为他吃药。哎，好好，你站这儿了啊，来，护士过来，机位在那儿啊，机位低一点，拍一个仰拍啊。好，秀妍，哎，秀妍呢？他刚才在呢。那人呢？哎，那个，你们看见豆豆他妈没有？嗯。他刚才说上厕所没回来吗？哎呀，你看这……哎，对，别生气啊！我马上去，你看这事弄的，马上去找他。你看，关键是他老掉链子，拜托各位等一会儿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没事。这个女人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哎，丫头，就是他，狐狸精。我去公司找你，他们说你来了医院，我还以为奶奶病重了，没想到你跟这个女人在这里幽会。走，先出去，走啊！安秀妍，你已经被赶走了，你还回来干嘛？出去吧！不要回来，行，打人了！喂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你打我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打我？没打疼你吧？他走得快，要不然我一脚踢上去，我咬得好疼。踢得好，踢得好，做得非常好。啊，哟，没事吧？啊，放开我！走，快点！走！放开我！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？你跟我说清楚。我奶奶喜欢听她唱歌，我就把她找来了。怎么不行啊？我最近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帮我。你却跟那个人在这里消遣，哼！幸亏我不傻，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？够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
我告诉你啊，站在那里给奶奶唱歌的人应该是我。我奶奶不喜欢你。你不要老拿你奶奶当借口，是你自己不想跟我结婚吧？我不需要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总之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奶奶。虽然我奶奶经常骂人，但我没见过她骂人像骂你那么厉害。宋平，我不是故意惹你奶奶生气的，我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我真的很需要你的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找的，你的行为给公司带来多大麻烦你知道吗？要是你明智的话，请你赶快走吧。那些照片是合成的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，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破坏你跟我之间的关系。宋平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。这些话你还是留着对媒体说吧，不必在我面前解释这么多。宋平，还有啊，你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背叛。秀妍，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啊？节目录了一半，这么多人等着你呢，你跑去给秦家老太太唱歌去了。拍摄还顺利吗？不是，你跑去给秦家老太太唱歌为了什么？为了秦松平吗？你想说什么啊？你忘了怎么说我的吗？你跟秦松平是两路人。我刚才看见他跟方子怡在走廊上说话。他是好人吗？他是个骗子，花花大少。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是吗？那就闭嘴吧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感觉拍的还不错。还可以吧。各位辛苦了，这个节目今天就会播出，导演是吧？是的是的，晚上六点啊。这个节目应该不错，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啊，我剪的时候都流泪了。秀妍，浩然，你们辛苦了。美芝，我觉得这都是你策划的好。真的吗？洗手间。哎，你们回来了，啊，你们这是干嘛去？突然说要谢谢我那天陪他去郊外，非要请我吃东西。挺好的。哎，去吧。哎，对啊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有这种事不要我干，你就是干骗子的料。哎，等等我。希望安然，他不会怪我。不会了。孩子长大了，自然就能理解了。好，
们肯定有事瞒着我。啊？没有，快，快吃面，吃面啊！怎么说好？哎，二人，干嘛？哎呦！你怎么了？我这肚子，哎呦！你怎么了？你肚子疼？你真是的，每次跟你出来不是虚脱，就是拉肚子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肚子疼得厉害，快陪我上个厕所，快点！老板。钱啊！好嘞，我就坚持着，总之我不可以倒下来。如果我倒下来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您真是位伟大的母亲啊！我们看到您一个人无怨无悔、任劳任怨地带着孩子，我们真是非常的感动。不是的，不是我一个人。我觉得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。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老包，好了没有？你再等会儿，这次真的拉肚子了。哎呦！难道你刚才是假的？豆豆是我唯一的亲人。